你看这西门町，哇，好西门！Dusk Diver 有闪丁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来试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有闪丁》哦。各位看见这三个字了没有啊？这三个字看起来有没有像是我们台湾的西门町呢？啊、哦，没有错，这个呢游戏的时空架构背景呢就在我们台湾的西门町哦，所以说这款游戏你在玩的时候，你会非常有台湾味，就是非常会有那种台湾西门町的感觉啊、哦。但是里面的角色人物呢，又配上日系的一些角色人物的风格啊、哦，那会让人家感觉就是非常的心旷神怡，是这样讲吗？还是说非常的有亲切感？好、哦，那这款游戏其实已经出很久了，老头一直有这款游戏，一直没有把它拿出来玩。想说今天啊、就来玩看看，反正最近游戏荒嘛，没有什么好游戏可以玩了，所以说就是你也知道的，就来玩看这款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是台湾制作团队制作的，然后好像是 ACT 吧，就是动作游戏吧，还是角色扮演动作游戏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玩看看。哦，故事背景现实世界，除了部分商家名字实名授权外，人事物都是虚构的这样子。哎，啊，绕了一串英文。哦呦，雨墨，所以还来得及对吧？哦，讲中文，中文配音。是啊，搭这台电梯往上，应该就能找到那个嚣张的臭小鬼了。嚣张的臭小鬼，李欧，李欧怎么感觉像一只蚩尤灵？通灵王的蚩尤灵，他嘴巴还叼一根棒棒糖。哎、欸，啊，我怎么动？哦，这样动是不是？哦，滑鼠左键攻击，右键也是攻击，怎么样啊？没怎样。倒下吧。OK， 配合连续技。右左左右。哦。好像可以搭配连续剧之类的、欸，连续剧，我看到没？一开场我们就一个叫做墨雨的，头发居然是蓝色的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在一个大大的平台上面打了这些奇怪的小怪物，走开呀！目前就这两招吗？哎、欸，我按了什么？哇，滑鼠中键居然是放一个类似像是技能的。二货，轻轻松松的上去了。给我安静点！我靠，那什么东西？那仙蜜蛙哥，哇，不能调声音，找到刚刚调，现在声有点小声呢、欸。等一下出去再调。哇！为什么没有显示血量啊？敌人越来越多了，非常厉害、欸！都不知道谁是谁啊？哎、欸，停住了，打到一半停住，什么鬼？哦，欢迎来到西门町，西门町 station 已经到站了哦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西门町已到站，西门町 station。啊、哦，这就是一号出口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这是哪里？我忘记了。哎，啊，激光相机，哎，还有剧院的六号出口啦。哎，为什么我长这样啊？我头发嘞？是不是有搭过站了？雨下，我姐吗？都要超过约好的时间了耶。普通女高中生雨墨，啊，墨雨。喂。哦，雨墨啦。雨墨，你在哪？雨下。我在想问这个问题呢。哦，肚子饿了，在买鸡排啦。六号出口右前方，不是说约好要在六号出口吗？啊，算了，我去找你，别再乱跑了。啊，那配音好像是少数中文配音啊，然后说后面就直接用字带过这样子。嗯，滑鼠滚轮，嗯，转视角，哦，原来在那边啊，看到了。跑久可以提升一段时间，等下我想调整一下 BGM， 有点小声。哦，看这边，
太阳这么大，你要小心不要中暑哦，阿妈。哦，你看这西门町，哇，好西门，哈哈哈哈。啊，我记得对面就是你也知道的石梁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东西？时间之剑工作室。哎呦，雨墨还在等我呢，不能乱跑哎。好了好了好了。然后这边有卖冰淇淋嘛？这边有卖衣服嘛？都还记得。嗨，你好。哇，雨下原来这么正。哇，不愧是在地人，一下就找到了。要不要吃鸡？要不要吃炸鸡？七地神仙，跟在地人无关吧？又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路痴。还有，等一下要吃甜点了，还吃什么炸鸡？就说甜点是另一个味，跟我来吧。查好店在哪边？新开的冰淇淋店。嗯哼，我要跑超快的。我们去唱卡拉 OK 好不好？不要。好啊，啊，好像不是这边。第一间要吃的店好像在另外一边。什么？要吃不止一间哦？哎，等等，雨下不要擅自跑走啊！讲到吃的，跑这么快，啊？跑这么快干什么？跑嘞！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去那个喜满城，是喜满城吗？角色影城看电影。哇！施工中期，怎么了？没路了。没路了。你别乱跑啦！刚刚迷路还没学乖吗？哎、欸。雨墨，这边感觉变得怪怪的、欸。好像不太对劲，进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看还是先回到人多的地方吧。哦，一切都不再一样，人都不见了。原来是金时空啊！原来我们到了金时空的所在地。列车即将进站，西门 station。哦。哦，变成九闪了！哇，果然是到了金时空，我就知道这边完全不再一样了。怪了，这里是六号出口，没错吧？是的。雨墨，等一下啦，你走好快哎、欸！啊，抱歉抱歉，但是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啊，车站的名字怎么好像不太一样？雨下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啊、不要不要丢我一个人在这里了，我去看一下就回来了。他去看一下啊，我要干嘛？他说他去看一下，嘿嘿。建筑变得非常奇怪，我们是不是跑到恐怖片里面了？我们去看一下，名字不一样了。有闪钉哦，有闪钉不是九闪钉，不好意思，是有闪钉。哦，雨夏，你怎么了？叫杀死，没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哇，怎么会？没有死掉、啊？什么？居然有人类在这里？好，这个小妹妹姑姐看起来没事，这个马尾的就危险了。马尾的就危险了，小姐，醒醒！哇，帅哦，流氓李欧，小姐，稍微忍耐一下。李欧，我马上帮你治疗。打针哦。呵，好温暖。哇，好像有股力量充满全身，越来越强了。越来越强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变这一只嘛、啊？原来这只就是那只李欧。啊，大叔，哦，怎么了？怎么变成这么可爱的样子？这下子有点不妙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会有这么多只？怎么这么多只？小姐，你会打架吗？不会。啊，打架？我吗？我瞬间头发变成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只有看过电视上的格斗比赛，有样学样过。不管了，试试看。试试看。弱攻击最多连打五次，强攻击出招慢，威力较强。在弱攻击使用后，根据弱攻击次数变化招式不同。
哦吼！倒下吧！倒下吧！嗯？哦，轻轻揍一拳，好险行得通。如果猜测没错的话，我的力量现在跑到你身上了。咦，所以大叔没有把握就叫我上啊？嗯，也不是没把握啦，是说只是看电视居然有这种身手，那我也是吓一跳，有一种全身都能运用自如的感觉，看来电视没白看了。二货又包围你们了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店长，店长在哪里？女生的声音。现在我变成这个样子，只靠这个小妹妹也不是办法、啊。不用担心，她既然能吸收你的力量，也是有办法将力量导回给你的。这位少女，希望你记忆力不算差，出拳实际的想象一下这位大叔救你的时的样子。就那样子吗？啊，雨墨的攻击命中敌人时，会同时吸收敌人的能量，按好借由好消耗 SP 召唤攻击 ，F 是召唤攻击，消耗一格可以使出攻击，虽然无法随时使用，但威力比起雨墨本身更强大。在强攻击之后使出召唤攻击的话，会根据强攻击不同招式变化，活用这个特性连续打倒敌人吧。忍着点啊，这又魔老师啊，还真的恢复成人形了，看来要脱困不成问题。大叔真的很强欸，比我自己打更有效率。流氓果然很会打架。我不是流氓，我叫李欧。抱歉抱歉啊，不过我这边得快点送下雨下去医院。嗯，小妹妹，我叫杨雨墨，叫我雨墨就可以了。雨墨，我明白你担心朋友的心情，不过被这些小东西打到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现在先专心好好保护自己，解决之后我会帮你想办法。大叔说的没错，为了雨下，我不能倒在这里。名字很像呢，你们是姐妹吗？啊，常被这么说。不过我们只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很要好的朋友。你这小鬼不错，再加把劲。好，快点，速战速决。闪避动作 shift。然后什么？如果你想在敌人进行闪避成功的话，会变缓慢。除了敌人变得缓慢之外，还能瞬间获得三格恢复，利用这效果强力反击。即使闪避后的一段时间内，虽然可以单方面进行攻击，但效果结束之后，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再度使用。持续操作 WASD 以后一回后呢，会变跑步哦，变得速度变快。同样长按 Shift 也可以让它移动速度变快，这样子。啊哈，攻击我啊！攻击我啊！我要慢动作，快点！锁定键是哪一个啊？他们没有教锁哦 ，Tap 锁定键。啊！抓声小，快点攻击我！快点，我死 N。攻击！我根本抓不到，好不好 ？Shift！ 哎呀，没按到！攻击我！攻击我！哎，慢动作，根本没有。算了，受不了。粉碎吧！刀面具去了。呵呵，结束。雨下，看来没有明显的伤口，不过意识也没恢复，也蛮能安心的。嘿，我记得附近有医院，赶快带他过去。啊，这里是有闪钉，我想那边也没人在。有闪钉，可是这里是有西门钉啊，怎么会变这样？人都去哪了？先冷静下来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个很像西门钉，但却不是西门钉的地方，好像有点懂，又不是很懂。不过流氓叔叔应该有办法救雨下吧？哦，就像刚刚救我一样，就跟你说的不是流氓，像刚刚那样的应该是行不通。不过跟我来吧，有个人应该有办法的。又要被那女人骂了，店长吧，要被店长揍了，对不对？跑这边来了，店长，店长。有人类误闯有闪钉，还受到恶货攻击了。拜托，别在那大声嚷嚷。靠的是他啊，多么可爱啊！全都看见了。
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碍。啊，太好了！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杨雨墨小姐，杨雨墨小姐头上一只雨呢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可不可以请你保密呢？保密是没问题了，我还想早点忘掉呢。是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啊，是刚刚那个女生的声音。我怎么跟个陶瓷熊在说话？陶瓷熊啊，这位陶瓷熊就是我们家店长。我们家店长是陶瓷熊？哇哈，啊，怎么动啊？好歹算是守护西门町的土地神。哎呦，原来是土地神啊！变这个样子的啊，伪装是吧？原来你们都是神是不是？熊店长，啊，叔叔是便利商店店员哦，我还以为。我说你啊，算了，脸就长这样，没办法。话说回来，店长，连一般人都会误入油闪钉了，难道是封印石碑断裂的影响？封印石碑这个小女孩可不是什么一般人哦，不然你怎么会变成这副德性？那个店长小姐，王老小姐，我该怎么办？头发烧成这个样子，我没办法回家。你先别慌张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头发烧成这个样子，突然想想蛮好笑的。那因应措施是吧？把这条项链戴上去看看，应该能让你恢复原状。哦，项链。戴上这个就有用哦。直销手法。什么直销手法吧？啊，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我们是谁？哎，总之试试吧。金箍咒吗？啊，变回来了。啊，变回来了。哎，欸，啊，他也变回来了，变了流氓大叔了。嗯哼。哟。哇。哇。项链跟你很衬的。哇，西门町。这边都是一堆商品哦，突然好想要去买一些饼干来吃哦。好，去看一下雨下。雨下，你没事吧？雨下睡得很熟，看来他没事。对不起，要是我没丢下你的话，也许就不会这样子了。与店长交谈。啊，还真的变回来了。刚刚那种小不点的样子到底是什么鬼啊？小不点呢？据说是昆仑人的能量遭强制吸收后昆仑人的形态，不过是很少见的状况。所以说我是昆仑人。昆仑人，昆仑人，昆仑人。好，昆仑人，昆仑人，昆仑人。哎呀，算了，简单来说，这边这个流氓要的他叫李欧，还有我都是异世界来的人，也就是人类概念上的神。我就知道，哎，说是神，但自己是觉得没多伟大了。我的真身不过是个石狮罢了。石狮子？你说那个庙旁边两只石狮子吗？面恶心善理哦。被个小姑娘吸收能量，整个陷入核心形态无法恢复，的确是没多伟大呢。嗯。能量被吸收，核心形态就是狮子。嗯，刚刚也经历了那么奇怪的事，异世界什么的，我也不会惊讶了。不过，雨下醒来之后，我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，然后就一起回家的。麻烦你们不要杀人灭口啊！到底把土地神当成什么啊？开玩笑的啦，大叔，你不顾自己危险救了我们，想必你们都是好人。但我想你们应该也不希望事情外传，再说讲出去感觉也会被卷入麻烦当中。我最怕麻烦的事情了，而且雨下功课那么好，不要跟奇怪的事扯上关系。功课好，然后不要跟其他事扯上关系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功课好跟不想要扯上奇怪的事情会这样影响课业是吧？哦，好啦，你放心吧，本来土地神就是守护居民的，我们不会为难你的。不过要是带着那条项链的话，我想有一天也可能害你卷入麻烦的。这样大家都抢着要这条项链是不是？纯金的吗？对啊，这个
都还给你。然后我又变回来了，我就知道又变回刚刚那个样子了。啊，又变回来了。李欧的阿超好笑，又变回来了。这么便利的东西可是很稀有的呢。现在购买可是特别优惠价50万元。那就是不想让我走啊。店长，变成这副德行是叫我怎么工作啊？啊，你就用高中生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就用核心的模样去跟人家收钱不就好了？欸，不是人啊，这边人都是神吧？要我拿出500块都有点困难了。50万？上哪生50万呢？肯定被我爸妈骂死。嗯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雨墨又这么怕麻烦。店长小姐，我觉得店长故意的吧。话就直说吧。对啊。雨墨真是善解人意了。刚刚的战斗，你应该也发现自己有着某种强大的力量吧？可以的话，希望你来这边帮忙，帮助我们守护这个城市。啊！突然变成守护城市的人了。店长，雨墨，我理由也拜托你了，要防止妖魔跑到人界。能有你的帮助是再好不过了。天选之人，天选之人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果然这个世界莫名其妙变成守护这座城市的人了。很好，那就契约成立了。只是来这边玩，只是来这边陪那个雨下来玩而已，怎么就变成要守护这里了？取得护命石。收到了店长的护命石，戴上去就能让我恢复平时的样子。听店长说，这颗石头隐藏着各种方便的能力，不管怎么样还觉得蛮可疑的，真的不是骗人把戏吧？笑死！记得就是这样半推半就下借了店长的项链，他也答应我要在这个暑假内找出让我跟李欧叔。暑假。没想到这条项链这么贵啊！但还好，店长答应我可以用打工的方式来抵债。打工方式抵债？打工内容似乎就是要打倒那些害雨下受伤的小妖怪。哦，青妖魔鬼怪。工作，真没想到，人生第一次打工就碰上这么棘手的事情啊！真的没问题吗？不要太勉强哟，毕竟昨天才昏倒受伤。啊，没问题啦，还好有理由叔叔照顾我。肚子饿逛街果然不行。嗯，你血糖低要会昏倒要多注意。觉得身体不舒服打个电话给我吧。好，先吃个东西去补习。雨墨才是第一天上班加油啊。啊，今天就开始开工了，那我先挂掉了。挂。总之先去便利商店吧。先去便利商店。好的。水哦，蛮赞的。超级西门町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啊！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有闪听再见面了，拜拜。